香蕉和茄子，恶魔的食物。Hello， 小玉。小旭啊。各位啊 ，FB 啊，好像最近很流行卖东西，纸醉金动啊，鱼货啊，雕像啊，或是在为他们踢足球的国王啊。而在之中呢，小玉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东西，炸裂水枪，廉价的包装哦，看起来是香氛味十足啊。哇，你看个，烂掉了，10块，咖喱怪妞。咖喱怪妞就是火车啊，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多说的。之前流行嘛，是什么加特林机枪嘛，对不对？紫水晶洞哦，鱼货哦，雕像或是什么？在外太空地图就有国王。OK， 那我们开箱吧 ，Let's go。加特林机枪可以啦，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带回我们。你看这个太加特林了吧？他说呢，这个东西算是一个水枪类型的东西。这个水枪呢是装类似水晶宝宝那种子弹。到底什么水枪可以装水晶宝宝，然后号称自己是水枪？水晶宝宝不是水，喷火龙也没有火啊。啊，对啊，喷火龙有火了。各种的水晶宝宝放进去，那你知道怎样吗？我买了20000发子弹，全部都要吸水。谢，动动手吧，装上乐福的子弹，放进去，完成。好，那我们就试试看看吧。OK 了，各位，等一下小玉用了这支加特林机枪，然后就去射这支标靶。没看到胖子哦？可以啊，你看这只看起来多有霸气的感觉啊！咕噜咕噜，这么大一只，来，2、1，超难转，这怎么玩？这更不能玩！被射到了，放高速射击，3、2、1 ，Go！ 你知道怎样吗？压不下去了，1000块坏掉了。那你知道吗？我买了2只，第二只本来就是故障品，散落一地的水晶宝宝，坏掉的加特林机枪，第二只坏掉的机枪。你好像玩具坏掉的小朋友啊！压不下去了。简单来说呢，这就是一个既廉价又容易坏掉的超昂贵玩具。各位在 FB 看到这种东西，请谨慎小心，这东西真的烂，想不动。加特林的。